就啊讲，啊袂做主课题的时阵吼，咱先来听一首道歌，啊咱若会晓唱的人吼，就做咧唱哈。Thank you.
洗老爸死，咱相信咱大家拢会当着个，对不对？啊，就是咧讲教咱怎，伫咧世间上吼，人上计较，什么话，代志拢人斤斤计较吼。有阵时啊，咱人啊，一口气无事个了吼，计较个嘛无效，对不对？所以咱做人就是，不要咱讲斤个，咱即马阁是修行个人吼，阁斤较多。有这个计较的上出的吼，啊，所以就我今仔日的主题就是核心啦、啊，核心，吼、哦，你看咱这个核心，这个心，这个心就是两个人，虽然是两个人，佮代表就是安那，众志核心，吼、哦，全部这个核心全部合在一起，吼、哦，啊，所以就我今仔日是在。咱大家真系共同建立啊吼，啊，这嘛是学校底学习的所在啊。等下有讲了无好的所在，请各位警醒吼，甲后续的包容吼。哦吼啊，列几个要点吼。咱感觉讲一个国家吼，若是地黑的话呢，啊，这个国家会安怎？会大乱干扰吼，啊嘛是引起战争的吼。啊，咱就较其他哩。先讲课，讲足少的，大部分拢用影片吼，因为咱常常咧听人咧讲课吼，听到若感觉讲，咱拢想讲啊，咱讲嘛遐吼，啊就较今仔日有较无同，就是影片占较侪，啊讲的太到位，讲一句话就好吼。啊，所以咱用影片，有哪会当看出着？因为咱即摆用讲的，不过咱即摆无去看世界，即摆是安怎吼？啊，所以就较第一个咱是个国家吼。若袂合的话，会变成安怎？咱来看下。好，最新外电消息来关心，叙利亚政府18号开始对首都大马士革附近遭到反抗军控制的东福塔区进行了空袭轰炸，结果3天造成了300人不幸死亡，无辜的百姓只能够绝望等死，而这也是叙利亚爆发内战以来死伤最为惨重的一次。红天新闻国际中心记者何应轩告诉大家，应轩。天空还飘着大片尘烟，所有人却惊慌失措，哭断肠，不断冲进断垣残壁当中，想要抢救出自己的家人，或是找出生还者。但最后被抬出的，除了一具具冰冷遗体，全都是受到重伤、满身是血、无法行走的伤患，场面触目惊心。叙利亚政府最近对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原本由反抗军控制的东福塔区发动大规模轰炸，3天下来已经导致至少300名无辜民众不幸丧生，将近1200人受到轻重伤。这次也是叙利亚爆发内战以来死伤最惨重的一次，百姓惊恐逃窜，村庄内男女老少每天都活在炮火声和恐惧当中，盼求生还机会。叙利亚内战多年，各国势力或明或暗介入追逐利益，紧张情势升到最高点。纽约时报就指出，小型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已在当地发生。这个国家你看，国家的领导者，现在大家是讲，现在咱大家的心态是讲安那，就是世间的人，你看伊接到着什么呀？名利、名利、地位、权势，哦，啊，所以。导致伊个即个国家，你看会产生战争嘛？啊，你看这战争，你看伊讲三江死三百，啊，你看迄厝安尼拢安尼战甲安尼无通住，哦，啊食个无通食，啊倒个倒个倒，啊死个死，哦，啊你看伊这就是安怎，伊执着嘛，然后就是拢为着迄名利地位权势执着，哦，啊，咱主要今仔日食个物件是拢老实的话。就是叫他家己做哦，哦，啊，所以有阵时啊，咱看，咱老师讲的，定家食的物件，安按咱地里的手，就是像这呀，地里的手里伊无爱办，哦，啊，唔愿家食的物，假心啊，这是假体嘛，咱这是假心嘛，唔愿家食的物件暴施出去，将心灵过伊就是用咱咱这个假心带在咧。就这个名利地位权势，啊，常常把这物件人，人甲死
师有讲的吼，咱这个假心是要出来要哪，要来度化众生的呢？吼，咱是拢假，这个肉体拢假嘛，对不对？啊，所以如果咱遮世间人就是真正安尼，吼。啊，不然老师嘛有讲呢，讲咱常常拢甲一句话讲的讲，是比如石头就好啊，石头是一个讲，老师讲讲就是咧。石头就是出咧，咱人啊，哦，诶，执着啊，哦，人的固执啊，老师讲的哦。啊，有当时人阿妈，人阿咧甲你骂咧，讲你阿做石头，遮顽固，哦，老师讲是安尼讲，你阿做石头的，哦，遮顽固着。啊，不过人石头伊人心顽固，不能固，人会当破破皮做咯，对不对？啊，伊好个所在，啊，搁人老师讲个，伊石头顽固无着，搁人伊运气好个所在，即叫做择善固执啊。哦，咱来讲，虽然伊接着即个伊即石头伊钉，不过人有法度，人伊，你看咱涂骹啥物物件，当择着嘛，当铺路嘛，咁着。啊，你着爱把迄咱个执着、咱个固执，摕伫咱运气好个所在。哦，所以咱老师讲，择善。就爱夹石头，就咧石头安尼，哦，唔通安尼真正经国公安尼才固执着，哦，啊爱夹这固执的固执下放大咱，诶，咱好诶所在啦。哦，虽然石头人伊嘛有好诶一面，感觉伊无咧无石头要安尼厝要安房子要安叫安怎需要石头，感觉你看无即项，要安怎防御，要安怎做，感觉咱老师讲吼，若要做要。执着要固执的话吼，来有好的时候，择善固执啊，吼。哦，啊，咱搁讲啊，讲你看这个国家，这个很多咱看伊战争，哦，迄个这国家的领导者，伊就是要得到权势，咁对。啊，伊要得到权势，敢有顾虑着讲，因国家的百姓安怎？无啊，啊，迄就是讲。我袂，我家己好就好啊！我家己要定着的物件，我你个做好，我管在，咱讲管在恁兜的人安怎，管着，管在恁恁遐安怎，哦？啊，好迄，你看迄国家的人民，人讲安尼，家以慈善，哦，啊，就活在咧痛苦当中。我感觉咱台湾足幸福，真的呢。我甲看看哦，你敢知影因这个道德甲安怎，迄是足多的。片画无摕出来，迄刀架你敢知影？要因为因算讲叙利亚战争做内乱，啊，因要逃去外国安定，你要哪哪逃？一只船啊，会当坐，比如讲一只船啊，你食会超重磅，会当坐三十个至四十个。为着要逃，规群安尼冲冲起来，无咧光讲迄只船安尼有法度通承受遐个重力。佫一去是几啊百个、几啊千个，你敢知影？迄船仔咧规只冰冰落，你看安尼变嘛是死，敢对？啊，伊就要逃生啊！伊伊感觉这个国家伊会惊啊！你看伊落，互这个国家的人民，你看，活伫个痛苦当中，生不如死。啊，你看咱台湾好，咱修道人遐尼讲，修道够有力气当上，以前都吃亏死，即马够有力气当上，偌歹，敢对？吼，啊，所以。有阵时，咱来看一个遐别个啊，甲咱遮比，咱就感觉讲，哦，咱这种人，咱真正爱，人讲爱知，爱知影珍惜啦，哦。有阵时啊，嘛，就讲，这权势名利啊，到底这钱来钱去，计较遮济，无咱若拄仔还报条款，就是叫咱逐个毋通啊斤斤计较，哦。啊，毋是咧讲咱，也是讲比喻安尼讲嘛，哦。啊，这个权势呢，人讲是真害死人啊，哦，你看。国家无法当得着安定，吼、哦，啊团队嘛无法度核心啊。你看像人个战争啊，有阵时伊战甲会惊。你看迄，咱即摆讲啥呢？咱若讲咱会惊，去一个即种国家啊，共在咧战，啊咱会安怎？咱嘛是足艰苦，当着，吼、哦，咱逐个就嘛足艰苦。讲咱一个囡仔伫咧外口咧共在咧争，咧战，咱嘛会足烦恼，讲啊这生命毋知会安怎着，吼、哦，啊互一个家庭。有阵时会撞到遮个代志，人个就住遐吵吵面，有阵时一定会撞安尼啦，撞到
紧张，啊，就人家庭就无法和气嘛，还在紧张的，当规个国家都在战乱啊，靠个性规个家庭来当做和气，那个较奇怪，咁对。哦，啊，像安尼个社会，才会当安定，无可能咁对。啊，像即嘛，会乱想啊，你看即嘛，迄个咱在食个啦。虾啊，你看，啊，有病啦，啊，有病，你敢知啊？大家嘛是在食，伊执着啊，执着要食，我就无食这个生，啊，要用，搁要好个呀，哦，迄开车要开好个呀，哦，啊，生理无法得到，我也无法度哦，伊无法度得到，你着该得个。永远活在那个紧张迄种惊吓的，当中你嘛看迄精神嘞，迄精神，你要甲杀伊嘞，惊伊也知你要甲杀嘞，你唔通看嘞，咱来看一下。Thank you.
做，有咪风灾地的，为什么会安尼？这甲这这种关系呢，咱能保持呢？这甲这精神，伊讲安尼安尼活活安尼安尼，都不是单只当尔哦，那是进一步也当得拢一种现象，是只当得较济，伊才是鸡啊鸟啊鸡啊。鸡啊啦，我讲过鸡啊，啊，即届即是搁是比猪啊搁愈来愈大只。你啊看，啊，逐只都病惊着，啊，政府讲也袂当食哦，啊，逐个你看，啊，只要提过啊，伊就是有这种状况，吼、哦。啊，人讲啊，这个灵，它的灵气，你看当不敢放咱去哦，你看传教是地主啦，乱化遮严重，搁严，搁严安怎？严你看气候，吼、哦。安尼做变化，都甲以前无啥共啊！以前春夏秋冬哦，是做好个天气，才是有时。你看，才是个地球，你看才是才热着。哦，迄落寒天是做热个呢，边安尼，啊，这是安怎？啊，搁风灾、地灾、水灾，靠！咱台湾真正，我感觉咱台湾真正有够好。看，像顶摆、顶冬有一挂风台，伊拢走到咱遮，从偏过，走到咱遮，你看，看走几个走。被挖了，讲啊，听哦，台风，啊，咱想讲，哎呦，被去带那船来对咱遮来，都无，伊就是下来，就过到过对啦。日本，对啊，日本，哎，日本以前，我你讲过去上过啦，哪里听来讲？日本以前伊是人讲的世界大战嘛，对不对？佮伊爱害迄、迄伊就害，然后食伊十几年，我爱食青的物件就对啦。所以为甚物伊即嘛开始变安尼？啊，这拢是人讲的，这拢，这都，这有，这是拢人讲因果观呐，这拢是因果的关系啊。所以有阵时啊，人，咱要加在咱有咧修道，咱搁知影讲要吃素食，或者搁知影讲安尼袂使的，搁他们就，对啊，因为阮咧吃素食咧，因个性无咧吃素，无有阵时啊，你看伊出去日本哦，吃素，你了解啃啥？肠啊，我素素食哦，啃肠啊。蒜头，不会叫做素食的啦。运动不在，哦啊，所以个性上无这种观念，啊嘛，知影讲安尼袂使，哦啊，所以有阵时咱就是你看有著食，就着着食，哦啊，你看说安尼，哦，啊咱为虾米会执着？因为咱讲的啦，会利益家己好啊，哦啊，唔过。不是利益众生的呢，哦，啊，家己好就好啦，这就是自私啦，哦，啊，权势咯，超伫咧家己的身躯啦，咱自心好就好啦，啊，迄当然是上好的咯，咁对，啊，不过咱咧想到咱老师嘛，甲咱教的，是毋是好呢？哦，啊，不过佫想倒转来做遮个代志，啊，佫咱。安尼，把迄名利地位、权势拢安尼，逐个手中的话，即你感觉有影嘛？啊，那老师有讲啊，讲即不利于众生呢，安尼会当超脱生死苦的嘛，袂使。咱也是搁伫遐咧，人讲迄个轮回，我六道轮回也是搁伫遐咧走。哦，咱也必然搁有做遮咧做遮安尼不利于众生的代志哦。咱也是搁伫咧六道轮回啊。人生难得，啊难得此生，哦，啊咱哪要利于众生呢？咱就是像老师甲恁教的啊，就是爱度人嘛，甲对，哦，爱救人，爱修道嘛上好啊，爱办道啊，哦，爱安那爱安那，甲家己甲咱遮的苦难兄弟安那要安那甲度倒来，哦，啊共办道场，哦啊解救兄弟。老师甲咱教的啊，哦，这个咱人的心是足淡定的咧，咱就较会淡，较会淡在这件人生的。咱有阵时拢想讲哦，咱即世人做了，互你讲做了做歹做歹啦，讲你要讲对这个身躯哦是足重要。哦，啊，所以咱大家真正都爱把握这个假身，爱较紧来做利益众生的。啊，来，我们老师怎么讲？
上尔，一个名尔，叫起来好听尔啦，其实迄无啥，哦，啊一个名，一个名声，啊你讲为这个名，这个名，哦啊，伫咧这个咱，你看咱这个名啦，咱真重要的，你看咧咱，你讲咱当时其实个，就是对别个，讲到早起生病早，哦啊有阵时人讲是讲。赚啊济啊，啊你嘛好赚到啊，咁对了，你嘛是留伫咧世间着，遐遐尼是势，我咧甲你以真活佛啊，咁对，就是啊，人讲诶，迄啰增加搁赢搁烧台都有哦，安尼是要安怎？你留遐，人讲爱留地啊，人留这，人留这钱啊，留这财富啊，就啊感觉就较感觉讲吼，通用就好啊，以前好学哦，啊袂。想到的时阵，感觉讲哦，赚愈侪愈好，愈侪愈好。搁只嘛，感觉讲真正好。哦，感觉这种物件有影，有影。咱想到想到，咱就当爱听听听听，有影啦。你留在人世间，你炸袂到；你住在人世间，拼到安尼，要死要活，搁搁拼拼。炸袂到，你拼要从啥？有够用就好啊啦。哦，哎，人老师讲，啊，这毋是拢害着，害着你惊惊。哦，你是咧害伊呢？你毋是咧，你毋是咧好好伊好个呢？你是咧害伊呢？哦，那老师讲讲，唯一就是爱老师，哦，安尼过来看一下。Thank you.
用，可以教我坐无吼？你看像安尼，两只，哦，第二张合一个，你可以教我坐无啦？对对，哦，哦，啊一个加啊不合心的，啊加哪不合心，这加起来安怎？一个歌名的一个美国的歌灯，歌灯新歌来啦，伊讲成功的婚姻甲家庭啊吼，建立伫个信心、爱心、同情甲抗拒吼。咱有阵时啊，一个家庭咱若要圆满吼，迄、哦、个家庭若要圆满，啊，翁仔某之间就爱核心嘛，就是伊家庭吼。哦啊，为什么一个家庭有？你看，伊讲的讲，伊要成功，伊的婚姻甲家庭，伊建立一个对啊，信心啊，伊对这个家有信心。啊，唔过家要有信心安怎？人某之间一定爱核心嘛，头核心伊较会有信心嘛。啊，你爱有爱心嘛？啊，你规家伙啊，你一家伙内底你无爱心，有讲啦，咱生囝生生的啦，啊，囡仔就安尼个丢你。啊，你够爱心，对无？啊，嘛爱同情啊，去同情啥？迄囡仔有阵时啊，伊搁细汉嘛，伊搁唔办嘛。啊，你着安尼甲人讲的迄虐待者、虐待儿童的啊，以前迄电视安尼报足侪迄虐待儿童，吼、哦，家庭暴力的，就是安尼来的，吼、哦。外口做工课，咱嘛是爱有迄落呢，爱有这个信心。
心，嘛爱有同情心，拢爱呢，拢爱聚集在一起呢。哦，啊，所以来讲，有益身心的娱乐，就是只有咱有的时候，就是咱人是来舒压一部分，是按过这个舒压的时阵，咱爱要用什么方式舒压？哦，一定爱找迄身心健康的娱乐来做啊，袂使讲去一挂迄无好的场所，哦，去做做这个娱乐啊，对。就好，即马办个就是讲一个报好个，啊，即马买啊，搁一个好，哦，我也是讲办安尼，即马咱来看上最好个家己。Trying to matter to us, emails and phone calls and advertisements and all these things that kind of barrage us. But I feel like some of the strongest, happiest moments that I've ever felt in my life are when I'm with my children, when I'm with my family. And it's when we come out and do things like this and we get away from the world and we're just together as a family and we can relax and, you know, laugh at each other and mom says something crazy and that makes, you know, my brother Casey say something to her.As we grow up and we get older and we all kind of go our own ways and we start living our own lives and, you know, fulfilling our own dreams, it's really good to come back together and reconnect. If we ever need anything, we're always there for one another.
吼，啊，所以有开始啊，咱讲的啊，真正一个家庭要建立吼，真正有够困难。啊，不过呢，佫有一点，咱嘛拢感觉讲，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开始咱看也是足幸福的，对。不过，咱感觉讲咱即摆生活当中吼，大家厝内底拢有一部经啦，啊，不过咱敢有想到一点？咱想到想到，才不咱敢有想到一点？即有大家就是。因果，吼，你咱拢修得拢知影因果啦，吼，这个是因果，前世因，啊，你即世来就是爱安尼修的果报，吼，啊，咱修得的人，咱知影讲啊，这个是因果，咱就一定爱看即世因修修成点嘛，咱们绝对唔能够去安尼甲带到后世，较过来，因咱修得的人，咱上。叫你把这世的业障给清净的，吼、哦，给解脱掉嘞。后世咱就免来跩啊嘞，哎，你欠我欠你，吼、哦，对。啊，那老师讲讲，一个家庭的和气呀、啊，你家庭内的和气，万事拢做兴旺，拢一定是做幸福的，哎，免讲，吼、哦。然后迄就迄老师甲咱慈悲，吼、哦，你一个家庭，你若要做点好事，吼、哦，万事你做什么代志，拢做好，拢会做好，啊，逐项都拢做成功，你免烦恼讲啊是安怎，吼、哦。啊，一个团体呢，若未合心呢，啊，规个团体无法运作，吼、哦，甚至安怎，你分一粒，我分一粒。人讲诶，家公派有哪关系啦吼？你看伫个团体中呢，你也要懂得欣赏别人的优点、的优点。你要去知影要欣赏人的优点，你唔通哪常常哦。咱就是拢安尼，咱拢看别人诶无好诶，就是讲你做安尼优点啊，安怎怎？啊，你到咧家己每天关照自己。讲咱拢做得对，咱都有常常安尼，咱有常常在关照家己，讲咱大家拢做了做对，吼、哦，无可能嘛，吼、哦。啊，所以呢，咱若伫个团体中呢，咱咧做什么代志？比如讲啦，咱团体中一定有一个主宰者嘛，伊咧烦恼，伊就烦恼，伊叫咱做啥，咱就做啥，好，咱毋免蹲在半夜底，即半咧替人多咧讲，啊，你做安尼会使啦，安怎讲对？吼、哦，啊，所以。咱爱看别人的优点，人去看别人的缺点，吼、哦，安尼才会当发挥合作的力量，是讲合作和气，吼、哦，会力量嘛，安尼是真正好个，吼、哦。啊，伫个团体中，嘛着爱耐烦嘞，吼、哦，耐磨嘞。人迄落迄届，咱有一届，伫个嘛新专班也是，奇怪班啊。咱前几日又甲咱讲一句话啊，要看耐磨，还是看烈火哦？爱去底看，爱去底看，厨房看，去厨房看上了解啊。去厨房看，你才当看这个，这吼、個，人讲来讲，你的火候烧到什么程度啊？你看咱的团体中，你看咱的团体中吼，你来看。咱的厨房出合作，唔念咱的厨房，哦，你看其他的厨房，若无人啊，你看耐烦，哎、欸，有阵时咱知影讲煮一顿饭哦，你若是热的，你安怎解脏？伫咧厝里，家己煮一顿饭就做热的，做脏的，搁何必讲伊迄大鼎灶，搁遮济人，啊，搁要做几啊道，人讲的面耐烦较快。哦，耐磨，咧磨你的火候啦，哦，啊，有阵时咱伫团建中，就以前就较捌去迄落厨房甲人斗相共。诶、欸，有阵时啊，你若感觉讲吼，就较有阵时拢安尼看吼，迄、欸、真正人迄住厝一个尔，你边仔也是伫咧斗相共的，人住厝若讲啊，我这菜要切安怎，你切安怎，哦，咱就是都。讲一个口令，咱就做一个动作，吼、哦，咱唔免着去，去拄啊，甲讲袂使啊，你切咱袂无水啦，安怎
既然有主厨伊个，咱就是拢听主厨咧讲，吼去做就好。吼，咱毋免去跩啊，迄挂你切来袂使哦，来切来怎啊怎啊，就爱主厨咧。吼，咁对。吼，啊，毋过咱就好有看一点，咱团体中吼，就好感觉讲，咱真正够合作。咱不管有啥物代志吼，叫一个咱就全部就拢，你用第二计划就全部就拢做起。对，咱感觉为啥物会安尼？你看咱有算讲制度就好啊。你看咱人和单位吼，人讲来讲，伊人和单位真正有够合作的。迄有分一两千个吼，人讲爱偌久煮较会好，咱毋是咧，咱是咱把咱囝仔看个手一个，迄个。哦、我感觉跳到好合作就对啦。你得你有无去现场哦？啊，你甲人多参与哦。感觉讲，咱的动作是真够紧的紧，真的应该当去多等等个时间，等几啊点钟，等个时间到较在去的呢。是讲啊，袂话惨啊惨，不是安尼呢。啊，所以个时候感觉讲哦，做机会咯，咱遮个道亲哦，大家比较够合作，对嘛？做强才是强，得足紧的，啊，袂讲讲。不会，就是这么的合作哦。啊，所以咱伫个团体中，咱来不管咧做什么代志，咱只要咱心感来当打开哦，做什么代志拢会当圆的哦，安尼就好啊。咁对，免着对跩啊咧斤斤计较啊哦。啊，打开心胸啊，人老师讲的团体才会进步啊。哦，咱团体就是安尼，团体你若无合作的话。要怎样去做，无可能嘛！啊，咱就是结合做，你看咱这样是做进步的。大行啊，把咱叫迅速的吼，我感觉就是紧的，哦。啊，这拢爱靠咱的前行啦，真正大家拢需要做的。哦，人讲的，迄个火候啦、耐烦、耐磨，拢需要真有够，所以咱今仔日才是安尼，哦。咱拢大家真正就较听人做对了，前些日大家较讲好，你行噶，是讲你行。都团结，真的是阿你个话好学讲诶，好学诶，对对对啊！哎，咱是是安尼，就是讲做了都好个呀，咁对。啊，这是团体嘛，啊，团体一定爱安尼嘛，哦。团体咱也无，咱也无一个，咱团体的话，咱也无讲安尼真正甲收到，咱是紧诶，是咧收到的人。咱的团体一定爱一致，爱核心，哦。
袂快乐啊！照起来，为什么咱团体袂快乐？因为咱的我哦，的成分上侪啊。哦，爱讲，啊，老师讲诶，讲恁逐工，恁逐工，拢讲什么字上侪啊？逐工讲什么字上侪啊？哦，老师讲诶，讲我买一项，我今仔日要买啥？我要啉茶。我要骑车到我，有无？对，甲老师讲讲，这里我，我要坐啥？我要坐啥？我要买车，我要骑车，我要吃物件。我安尼啦。老师讲，这拢是我。啊，什么物件拢家己占为己有啦？什么物件拢是我？啊，这就是叫做固执啦。哦，果执啊！老师讲，这就是果执。啊，啊，咱大家拢执着啊，有影有影。做困境相当啊，这着啊，这着会害人诶。啊，为什么伊要安尼做？哦，啊，为什么咱拢看了别人讲，为什么你爱安尼做？啊，为什么你看安尼做？哦，啊，这就是我的困境相当啊，咁着。啊，人也无顺利啦，啊，无顺利诶心，啊，你着无欢喜。哦，啊，老师讲，虽然讲是做在心头。那无顺，咱个心咱就无欢喜，讲是叫做修道，吼、哦。啊，修道好参详，安讲是安尼。即种老师你甲伊问个啊，那老师讲修道呢，应该是无烦恼呢，还、啊、是足快乐个呢？啊，为什么还修到安尼？咁对，哦。啊，什么做什么代志拢爱做豁达个呢？做乐观个呢？做乐观个呢？啊，感觉足有希望个呢？吼、哦。啊，老师讲，咱搞安尼，咱搞安尼，敢有？无吼、哦，我嘛无啊。啊对，伊咱个我执个啊，伊我感觉讲学啊嘛无啊。啊，毋过即拢爱学习个所在啊，对。哦，大家拢爱，今仔收到是拢学习，啊，拢爱，咱着知影讲，咱着已经有知影讲，啊，我着一点，啊无好，咱着一定会失败。咱若既然即想着是关照自家己个嘛，咱着。管教主义啊！哦，啊，老师讲个众生为什么会当众生？啊，那就是众生啊！啊，有啥物会当众生？爱、啊、就是有名有地啦，啊，即种啊，你着名实善恶，你做即种个啦，哦，迄、那个人做迄个较好，迄、那个人做善，迄、那个人心足好个。哦，安尼就生善恶心啊！你若去看到人无好个，迄个心哦生出来，就生啦，后个人就生嘛。啊，止于人我啊，啊就生人我心啊。哦，啊止于人我心，就得失心追啦。啊，止于生灭，生灭就是生死生死啦，生生。生灭心呐、啊，哦，啊你啊，咱老师问讲，咱拢在生什么？在生对象。我感觉咱很多有嘞，啊你生对象，到有十个拢有，应该十个拢去强强。哦，老师讲讲咱执着何种心呐、啊？啊，咱会执着于善心呗？会啊，咱嘛会啊。哦，啊咱执着于善，咱就是真善啊，是去执着嘛。你执着讲我做善事，我今仔做这善事做好，我执着，那就是要想嘛，那就是真善，哦，是真正要做善啊。人老师讲讲，你不管今仔做啥，布施啥物话，你就是没有生那一个念头。对，讲啊，我今仔去做布施，讲我比如讲我今仔去帮助一个人，领导安怎，你就是。如果我我今仔日帮助一个人，我唔欢喜干呐，哎，就是真善。是咱啊，是甲帮助，我是布施啦，吼，是做啥物，做个啥物代志，咱拢一定会迄个执着心伫个，哦，咱袂去想，啊，咱做着过啊，做着过啊，就是做平常个，哦，这是人讲个，这是真正咱应该做个，哎哎，哦，咁对。啊，老师讲讲，你爱甲即个善做伫个迄个安呐，日常生活中啊。无执无着，
动物都没价值啦，就
是做早做早就讲，你那先做哪来的？哪来先做拜拢东西就回，拢东西就拜。啊，哥哥，咱是拢听啊听啊，哥后边你自己来看，渐渐拢在实现，拢已经真正的生理拢袂当止啊，真正。啊，是安怎？你看，后边你看是个乱，就是安尼啊。啊，大家都如何？啊，甲甜甜都不咋大呀，哦，安尼。啊，这生理甲咱解，人讲的迄个伊的怨气是会冲天的，哦，咁对。啊，所以呢，有阵时啊，咧啊呐，咧形成咱的气质的转变，哦。啊，老师讲说，这嘛是上福气的啦。哦，啊，咱老师嘛讲诶，人心恶则天灾难起。你看咱的人心，他有人讲说。什么物件上可怕？人心啊，心啊，两个心啊。然后啥？知人知面不知心，吼、哦。你知影这个人的面，我看好多是做善良的哦。不过你感觉伊的心肝在想啥？咱感觉，你感觉下我即摆想啥？下我即摆想讲，哦，我昨天我坐到这里，错，你拢无想，你好想。哦，下我即摆想，在想啥，咱拢唔知。老师讲讲，恶念生，起时人心的可怕，就是像咧毒蛇安尼，甲咧毒蛇相共啊。哦，啊寒毒的心，像咧大火相共。哦，寒毒的心呐、啊。
啊，比喻迄个人个人事就是安尼啦。啊，搁伊尾啊，搁讲贵族玉林，贵族玉林，遮个代志吼，搁比个独大轻视院子吼，搁较人讲无啊多通行动对啦。吼，咱收到，若收到安尼个话，咱无啊多通行动去。迄个人讲，迄个偌大个，诶，迄种无好个，安尼，说比这搁较严重，吼、哦嗯。啊，所以咱再看一下，咱来看咱个迄个稻草是安怎合作。所有的来宾，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活动所带来的《大稻船世界》。掌声欢迎！来上哪里上？人员上在广大。因为哇，这个是咱这个稻场传奇的印象。咱稻场在附近的是咱老板厂的哦。现在是地方的资金压拿错了。我们把它丢。
所以有時候覺得說我們道場有時候如果要
哪要爱核心，就是安尼啦。哦，啊，即咱拢做了真好，哦。啊，所以呢，就喊哦，今仔日要讲的是，无讲着啥物话，好，大部分就是拢以核心为主，哦。啊，所以咱讲老师的结语啦，老师讲，众志合合，所愿必成，哦。那老师讲讲，每一天你若一起床，哦，啊，咱就爱发一个善愿，哦，希望咱阿啥，希望咱所有的苍生啦，哦，今仔日都会当比昨昏搁较注意。老师爱咱阿，哦，讲咱的苍，咱全部咱所有的苍生，哦，今天比昨天更慈悲。更和合，哦，更好生，杀戒杀，戒杀，哦，卖去杀嘞，动物啦，安尼，哦，啊，老师讲来讲，图知道这个愿力下去，人讲不得了，哦，量练有没有力量来看咱家己，哦，看咱家己的意志啦，咱家己的意志是无可限量的，哦。尤其是要来集合大家的力量，发出如此善念的那个心哦，那会惊，难怪会惊动三灾呀！哦，啊，老师讲讲，当初有此善念的时阵，这个善念的时阵哦，意志力哦，有念意志力的时阵，伊会安那，伊个能量伊会安尼，伊会行到个脑波哦，啊，伊讲爱微粒子的安尼，还是安怎？会产生一股迄超威力啊！哦，啊会互收住嘞，啊会互认同，哦，啊所以咱讲来讲，安尼就会当受到你人咱哪有迄种善念，安尼发出去的时阵吼，人会当感受到咱的神哦，啊，互你去度化众生的时阵吼，有更加个机会吼，会当突破种种障碍啦。啊，老师讲，入群组众之间。要做到和众合心，哦，咱去入灵魂的时阵呢，尤其是这入灵魂，人所做的代志一定拢无同嘛。不过咱就是爱，咱的心就是爱加众人的心，都爱对就对啦。咱不是依咱家己，然后我行我见在走，哦，要做到众合心，爱加这全部的大众的力量，爱加。人讲心爱修长，就是咱家己想咱家己的啦。好、哦，啊，人讲来讲待人就是爱待心嘛，哦，啊，用真诚的爱、合理的方式，哦，来待人处事，安尼就当生得人心啦、啊。哦，啊，老师嘛，够讲啊，核心才能协力哦，啊，协力才有大力哦，哦，就是叫咱大家爱安怎，核心。咱若大家拢全部有迄个核心的迄个心，哦，和迄个人按讲做合的、做合作的心，咱做啥物代志吼，咱拢袂惊，因为咱做啥物代志，咱就是讲人愈侪，啥物愈斗，咱就愈大，敢对？哦，啊，最后一句就是安那，老师讲的要核心爱安怎，就是咱大家的理念一定拢爱相共，大家的理念我们全部。理念相共，咱要做什么代志，咱一定拢相共嘛，咁对。理念相同，做什么代志一定拢相同嘛，咁对。我可能是讲理念相共，啊，做代志佫无相共，无可能嘛。因为咱老师有讲讲，大家就是爱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理念，那才是上重要。啊，所以就喊来最后来拜一尊佛，来邀请。对得起我啊。Thank you.
压力。包容，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美满。